好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跟师傅和同学们分享一个学习白话文快乐记忆的一个方法，是一个同事和几个师兄发心组织，大家学习白话文法，他们建了一个白话文法快乐记忆群，专门记忆师傅的白话文法还有佛言佛语。那短短几个月呢，就有500多人参与，大家都非常受益，法喜充满。下面我跟师傅汇报一下。那个希望那个其他同学能够从中得到启发，好好的学习和运用白话文法，会受益匪浅的。感觉师傅他们这个方法呢是怎么做的呢？首先是先从读诵白话文法开始，然后从中提炼出一些重点经典的那个句子，然后摘抄下来，然后再背诵，然后每天反复记忆背诵。这样的话呢，时间长了，他们基本上就是都能背下来了。然后大家就通过这种学习方法呢，就是很受益。然后大家也这个氛围也非常好，每天早上4、5点就起来背啊，一天也就背1到3条，内容就是非常就是不涉及到师傅的白话方法，还有师傅的那个法会开示，大家非常好受益。然后其他有很多同学也跟我反馈，他们从来有的同学呢，他原来不喜欢学习白话方法，通过这种快乐记忆方法呢，他变得喜欢。读诵白话文法了，然后也非常开心的去记忆师傅的这些佛言佛语。还有就是呢，有的同学以前想不通很多事情，学习这个方法呢，半个月不到，想通了，放下了，还梦见自己身体好了，体质更好了，精神也饱满了。还有一个同学呢，还梦见大乌龟，还梦见吃面条，还梦见口吐兰花。还有一个同学呢，他在学习这个白话文法时，就是借助这个群体学习的时候，他读诵完毕之后，回头看菩萨妈妈的脸时。看到变成师傅戴的眼睛的脸，就是那个菩萨的脸啊，变成师傅戴的眼镜的那张脸了，他就特别开心，然后发喜啊，经常家里的香吧，一天打卷，一顿也接莲花。还有一个师兄他反馈呢说，在没有学习白话文法还有这个记忆白话文语之前呢，他从来没有梦到过师傅，进去学会之后呢，经常梦见师傅啊，脾气和毛病也改了很多。还其实呢还有很多感悟和里面的事情，因为时间关系，这个就不分享了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这个白话文法的能量非常非常大，这个佛言佛语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比较短小的话，我们记得也比较快。我自己也学习在这个群也学习了1周多，然后感觉方法不错，我们也自己建了一小群，每天反复记忆3条，大概7、3次就记忆背下来了，这是在以前是不可能的。感恩师父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个方法，希望大家能够借鉴学习，然后能够好好的学习和运用这个白话文法。师傅，好修是为师。我告诉你，只要用心了，什么都会变的。什么都会变。对的。一个人啊，得到的都是因为你的付出啊。明白吗？感恩师傅，真的非常好。我们通过这种学习方式，大家都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学白话文法，一起去实践，都能受益。非常感恩师傅。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了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你辛苦。你叫大家师傅，师傅新年快乐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您多保重。叫白话佛法要大家要好好学，然后呢，看到里边有好的句子要广为转发，明白了吗？对的。好了，再见。好的，记住了，感恩师傅。